大家好，我是松蹦。那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浓缩奶油饼干延伸的斗志不灭的补包勋章队。那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边有带所谓的勋章嘛。那我们这样每一个饼干凋零的时候，就可以帮全队补血。所以这一组玩法非常吃机体，还是跟各位特别说明一下。接着来讲一下配料的部分。那野莓饼干这边是完全伤抗的配料，那黑可可也是完全伤抗的，只是黑可可我们这边的冷却是要 6.3% 以上，拼开场的4秒放招。就是野莓3秒嘛，然后带了黑可可的话是4秒。那马德莲饼干这边是完全攻击的配料，主要是因为我们马德莲如果玩伤抗的话，它实在太硬了，所以我们这边是改全攻击吼，增加一些输出。那我们黑糖饼干这边也是完全伤抗的配料，那重点的话，我们就是要让马德莲跟黑糖有吃到斗篷的效果，黑糖的攻速越高越好，有大于 10% 的话会是更好的。然后在我们的浓缩奶油饼干，就我们执政官他这边一样是完全伤抗的配料，重点的话就是把它撑越硬越好，然后还有附带暴击伤害抵抗吼，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体大致上的玩法。打法上面会非常欢乐，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只饼干会是在最后面存活的。但是如果后面存活的饼干是黑糖或者是我们的浓缩奶油饼干，整体的输出来说会是非常棒。好，那接着就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实战影片吧。一个也不放过，黄金是我的，吞噬吧。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这将会是伟大的印证。吞噬吧，还真难看。复活之灵，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被人吞噬吧，还真难看。我的博物馆。我们守住城墙了，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吞噬吧！为大家带来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放过。吞噬吧！这是我的命令，复活之灵，黄金护佑，一个也不放过。这将会是伟大的演讲，吞噬吧，还真难缠。复活之灵，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被人吞噬吧。我有力气，无路可退了吗？这将会是伟大的演讲，我的博物馆。黑可可王国永世长存。一个也不放过，吞噬吧！为大家带来新长征，护国之灵，这是我的命令。吞噬吧！一个也不放过，我要让呼吸也结冰。吞噬吧！一个也不放过，为大家带来新长征，吞噬吧！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一个也不放过，我要让呼吸也结冰。吞噬吧，一个也不放过。海的威力为大家带来金手歌，一个也不放过。我要让呼吸也结冰。被人吞噬吧，为大家带来金手歌。海的威力护国之灵，为大家带来金手歌。我还想继续唱。我们守住城墙了，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快长大！护国之灵，快快长大！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乘风破浪，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吞噬吧！快快长大！护国之灵，这是我的命令，还真难，乘风破浪，一个也不放过，快快长大！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乘风破浪，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的命令，还真难缠。这场胜利是属于大家的，一个
也不放过。王之呼叫，这家伙的命令大的营救。快看儿子，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王之护佑，王之护佑。一个也不放过。王之护佑，还真难缠，一个也不放过。下一个。啊，结束了。一个也不放过。护国之灵，护国之灵，这也是快让结冰。一个也不放过。护国之灵，护国之灵，这是我的命令。王之护佑，还真难缠。这是应该的。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大家再来听首歌。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为大家带来这首歌。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被黑猿吞噬，被黑猿吞噬吧！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王之护佑，护国之灵。这是我的命令。海的威力，一个也不放过。被黑猿吞噬，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还真难缠。我们守住城墙了。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结冰。为大家带来这首歌。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要让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王之护佑，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我要让呼吸也结冰。被黑猿吞噬吧，还真难缠。被黑猿吞噬吧，这是我的命令。布鲁克退了吗？对不起。一个也不放过。被黑猿吞噬吧。这场胜利是属于大家的。一个也不放过。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这首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这是我的命令。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放过。我要让呼吸也结冰。这是我的命令。护国之灵，这首歌。王之护佑，被黑猿吞噬吧。这是我的命令。还真难缠，我有意义。我们守住城墙了。那我们斗志不灭的补包勋章队的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欢迎使用时间轴选取相关的队伍配置。那之后如果有一些新的想法，会再做更新。好，那我是木梦，下部影片见，拜拜。